民企头条，拼多多创始人黄峥身家超过马云，成中国第二大富豪。一年一度的 WWDC 即将拉开帷幕，在此之前，彭博社也发布了针对 WWDC 2020的展望。据福布斯实时富豪排行榜显示，截至目前，拼多多创始人黄峥身家达454亿美金，超越马云439亿美元，成为中国第二大富豪。马化腾以515亿美元位居排行榜第19位。据彭博社援引知情人士的爆料称， ARM 公司之所以联合 ARM 中国股东厚朴投资罢免 ARM 中国董事长兼 CEO 伍雄昂，是因为他们发现伍雄昂已经建立了一家与 ARM 公司及 ARM 中国自有业务相互竞争的投资公司 Alpha Tech Limited， 该基金主要投资一些使用 ARM IP 技术的公司。根据开曼群岛法院的文件，瑞信集团牵头的银行赢得一项法院命令，解散瑞信咖啡董事长陆正耀家族控制的实体，以追回3.241亿美元的未偿债务。